如果是机器人反过来提问题的话，我觉得人类现在对机器对 AI 的种种的焦虑啊，有很多应该变成人类的自我反思。就是这个焦虑的问题其实是人类本身的问题。我们看到的种种的反文明的东西其实是文明造成的，不是文明的例外啊。有时候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啊，第一个想的办法是解决问题，其实呢是可以跟问题协调的。所以我想呢，人和 AI 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，应该从 AI 得到诸多的反思，而且也能从 AI 得到诸多的帮助，同时希望我们共同有一个更理想的未来，而不是去消灭它，也不是，当然也不是让他们消灭我们。我还不是很担心就是 AI 能向人类提问，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东西要看 AI 会不会发疯，因为大量的文学艺术全是人类发疯的产物啊。如果 AI 不能发疯，我觉得它就不可能造出比人更好的艺术。如果有一天 AI 有意识了并且发疯了，人类的末日到那时候就真正到来了。我就希望人类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最后一点东西，就是什么 creativity， 就创造力。 ChatGPT 写的那些东西中等偏上，但是有创造力的东西目前写不出来。从 AI 服务于人类的这个发展方向去看的话，那我代表 AI 问人类一句话，就是那你们想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是去火星的星辰大海，还是说去改造这个地球，让我们这个家园变得更美好？那 AI 就像一条船一样，人就像这个船长一样，人类之间是发生了很多历史啊、文化啊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，所以如何去做包容性的发展，这个互相的理解，这个可能是人类要去解决的问题，就这些船长要去解决的啊，然后 AI 才有可能去帮助你更快的到达彼岸。它只能做这一件事，它无法去解决你船和船之间的这种分歧或者是摩擦，这是解决不了的。